小子，季承刚的预算报告修订了，我们研究过了，出奇的好。所以我跟学长啊有一个共同的疑问，哎，你说季承刚他是怎么做到的呀？我做了最后的审查，除了一些个别外文资料，其他的都没有修改过。季承刚这个人呢？ 犯过很多错，但是有一点啊，我始终是没有疑问的，那就是当初参加大三线的初衷是真诚的。人呢，在低谷的时候，需要有人拉他一把。季承刚的能力是很强的，他在学习、接受新知识的能力也是非常强的，只要用对了地方。他之前来找我谈的时候。 其实，只有一条大动脑。为什么要做总经济师？109也没有这个职务。不光109也，几乎所有的国营企业都没有这个职务。不做成本核算，就算是想做，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做。到目前为止，这应该算国营企业的通病了。只计算投入，不计算产出，这个毛病不改。 国营企业甚至大国营企业的改革就是一句空话，很尖锐。我还是得说夏方舟，不然我说不清楚我的心情。说吧。从夏方舟来到金江的第一天，我就把他当成是竞争对手。 我企图利用当时的政治环境，最终枉然。后来我去读研，也是为了想超过他，但很快结果就出来了，他没有对手。我发现了国营企业的通病，我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这上面。资本主义国家的企业为什么能做到？我甚至派人到无本旗的企业去考察，这么小的企业。 几乎是白手起家，短短几年，他们是怎么做到的？那你回109也？一方面，我想和你和夏方舟一起干一番伟业，了却夙愿；另一方面，我会从工程费用上赢过他。我们俩是竞争对手。 但是现在的竞争和以前不一样了，这才是真正的竞争。哎呀，小丹呐，在识人用人方面啊，确实有一招。哎，这我不得不佩服。在这方面啊，你永远是我的老师，我得认真向你学习。<笑> 方薇，哎呀，方薇，哎呀，你怎么来了？来来来，快坐快坐。哎，你坐，我给你倒水啊。倒水啊。这一晃好几年没见了，真是越长越漂亮了。怎么样？ 一切都还好吗？挺好的。京汉钢铁那边都顺利吗？那边也挺好的。啊，咱们钢研院这边呀，马上就要成立梵太研究所了。当初你上大学的志愿。 其实是你爸帮你报的，我一直没告诉你。哎，前几天，你爸去钢研院开会，还谈到了梵太的提炼。他说，这是世界级的难题，这么有深度的课题，是值得付出长久的努力的。我想回来。
你说什么，方薇？三不要政策，我行吗？方舟，能，能，当然能，你的条件完全符合。我可以去报道了吗？方薇。心头的一块大石头，爸爸对不起你，方薇，你能原谅爸爸？没有，是我不好，是我惹爸爸伤心了。其实这些年。我一直想跟你道歉，可是我没有勇气。对不起，爸爸，你能原谅我吗？对不起，爸爸。眼前这个场景啊，让我想起了当年的大会战。那个时候啊，真是人山人海。眼下机械化了，不服气不行。哎，我说你说两句啊，我说了半天了，马上就要全面开工了，你这个总指挥长没态度不行啊。陈国民呐，哎，我说你一叫我陈国民，准没什么好事。那年我为小乔的事劝你，你就当着我的面叫陈国民。哎，过去的事不提了，你到底想干嘛呀？啊？陈国民，我瞧瞧你，你就开开金口吧。就这么轻轻松松的把我女儿给娶过去了，嗯，我跟小丹，新娘的父母，你作为亲家公，我跟小丹在婚宴上的位置在哪儿？嗯，我觉得吧，啊，咱们亲家，有个词儿叫冰释前嫌，一好百好，这事儿主要怪我，怪我。你放心吧，你什么都不用管，重新来过，我大操大办，一定把你的宝贝女儿风风光光的娶进门来。秦家公，你觉得怎么样？这事儿啊，咱们就这么定了，啊。这花啊，得经常打理，一忙起来就顾不上它了。你们说我这花还行吗？好，来坐。您呐，闲不下来，冶剑和钢铁离不开您把脉。行了，别吹捧我。嗯，小丹，说说你那边情况怎么样？老部长，哎，您的学生跨了界，也还是大帅。当初我们修改总图方案，要提前上重轨，那可是生死攸关的关键决策。重轨产品一出来，川南钢铁的形势马上就不一样了。嗯，川南的重轨是韩繁的合金钢，品质独特，效益好得不得了。
谁还敢说川南钢铁是钢坯公司啊？我们现在啊，干50米的重轨线，世界级，国内独此一家。方舟想等到时机成熟了，我们就干100米线，到那个时候那就更了不得了。飞哥，我让你说说你，你说来说去都是方舟，啊？你看把你得意的。我这辈子最得意的就是当了您的学生。老师啊，匆匆忙忙的把我们俩叫过来，一定是有事，赶紧说吧。好，咱们就言归正传啊，今天把你们叫来呢，给你们说一个消息，啊，国家准备开发西部。国家准备开发西部了。嗯，现在还在酝酿阶段，如果能够实现，那将是国家发展方向的重大战略调整。方舟啊，你有这个想法也不是一天两天了吧？我能做什么？有一个级别比较高的会议，啊，想听取一流专家的意见。我推荐了你。这个我当仁不让。乔丹，你这位先生这辈子谦虚两个字儿，跟他没关系。方舟确实当仁不让。咱吹呢。好，我洗耳恭听，有什么高见？老师，以今天的眼光看过去，当初的大三线建设改变了中国的工业布局，西部开发，老三线企业是一笔极其重要的资源。老三线从过去的战略备份转化形成了今天完整的工业体系，为国家西部开发奠定了坚实的战略基础。到了国家下决心开发西部的时候了，这个战略一旦定下来，西浙的大三线必将凤凰涅槃，成为中国强国梦想的坚强支撑。这儿空气好吧？啊？是啊。哎呀，我一有空啊，就在这儿来转悠。也不知道方舟今天这会开的怎么样。老部长，您说方舟的意见能得到重视吗？哎呀，来歇会儿。哎，啊，小丹啊，家国情怀，天下胸襟，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最高境界。老部长，您就是这样的知识分子。跟方舟比，我是自愧不如。我有个感觉啊，方舟能为整个大三线企业和国家西部的开发找到结合点，成为这个伟大事件的支点呢。阿基米德的支点。嗯。知识分子的良心，国家的支点呐。精辟，老部长，真是太精辟了。这次让你们过来呢，还有一个任务。啊，等方舟开完会，你和他一起去东海。不会又把我和方舟调回东海吧？是这样。川南二期的成功经验已经起到了很好的示范效应。那么东海三期自筹资金的报告到了部里，马上就要上马了。说你们过去跟他们交流交流。方舟，你说西部开发的战略能上升到国家层面吗？各种声音都有，分歧很大。有一些专门针对我的意见，说我呀心里只有老三线，格局狭隘。哼，我不管反对的意见有多大，我还是要竭尽全力的
推动这个伟大时刻的尽快到来。西部上不去，东南沿海再发达，咱们中国也只是跛足巨人。是啊，事关国运呢。方舟，我有一种感觉，我们回不来了。上海啊，这里。小南，记得我们回去做川南二期那次，你跟老师说，择一人而白头，择一城而终老。你说我听不懂。我听懂了，但我们把手头的事情全部忙完，我们就回来颐养天年。你会去北京？嗯。老师跟你说什么了？不管去哪儿，最后我们都会回到那里，择一城而终老，那里是我们一生的归宿。总编，你看那边，你要仔细看清楚了。我看一下，这个都要根据图对照一下。你看，就在那儿，那边，啊，还有这边。建成，哎呦。大帅，你怎么来了？有什么事儿给我打个电话，我过去找你啊。我呀，为小丹的事儿啊，想请你帮个忙。小丹怎么了？最近这段时间啊，他老是连轴转，尤其是这几天，我估计也就睡了三四个小时。这样下去，身体会累垮的。我一说他吧，他一个笑脸就把我给顶回来了。这是个问题啊！哎，你的心情我理解，我想想办法吧。嗯。哎。行了，大家把所有的问题都汇总一下吧。啊，有什么问题？秦总，谁先？希瑞啊，梁海同兵啊，陈队长，你先去忙吧。好的。去吧。好的，陈队长，我们走。队长，什么事儿啊？小丹啊，你不能再这么没日没夜的连轴转，你想把自己累垮呀。队长，方舟他心疼你，说不了你，跑到张总那去发脾气。想来想去啊，让我这个老队长来劝劝你。我陈国民这张脸啊，在你这应该还有点面子吧？就算你不为方舟，你为咱们幺零九也，你也不能把自己累垮了。就算我这个老队长求求你了，到办公室去休息会儿吧。好，队长，我听你的。好，快去吧。上午啊，你就在家好好休息，我下午再试车嘛。再帮我加杯咖啡。不能再喝了，你都喝三杯了。昨天晚上你好歹还睡了四个小时，头几天呢，睡了三个小时都不到，就靠咖啡撑着。这些天呀，童斌和天海都是在工地上睡的，新锐那几个女孩子也是在工地上睡的，我可是在你身边睡的。你跟他们能比啊？他们年轻，恢复快。等到试车成功，一定会成功的。到那个时候，我就乖乖听你的话，好好休息一段时间，每天好好睡觉，啊。哎，要不这样吧，上午啊，我陪你去再检查一遍。不行，你可别去，你是总指挥长，你下午准时到就行了。再加杯咖啡。
真拿你没辙呀。嗯。秦总，准备就绪，听候你命令。干的工程没有不成功的，又吹牛了。是的，是的，是的。哎，小丹，小丹，小丹同志是因为劳累过度，从而导致猝死的。哎呀，哎呀，建成啊，
你知不知道我第一次见小丹的时候，她才十七八岁，时间过得真快啊！她怎么能一眨眼她就……赵书记，你也别太难过，您也要注意身体。大哥，家里回来过一次，是丹姐去世不久，我得到消息告诉她，她放下了手里所有的事情，立刻飞回来。我到成都接上她，陪着她去金江，去陵园送别丹姐，她谁也没有见。大哥，家里没有结婚，她还是一个人，她还是一个人。他曾经以为，距离可以减轻思念，事业呢可以忘记爱情。可是他发现他做不到。大哥，他不来见你，是因为他怕他控制不住对你的感情。丹姐走了以后，他又不想越过丹姐对你的感情。大哥，家里一个人在大洋彼岸守着对你的爱，这世界上再没有第二个人像他一样。大哥，家里来了。他来了，来了。我不想取代丹姐，也无法取代她。我知道你需要时间，但无论这个时间有多久，我都会等，一直等。佳丽，你这是在难为自己啊。我曾经跟丹姐说过，爱一个人是幸福的。为了这份珍贵的感情，能守护一生，值得。
我欠你太多太多了，我没法面对你。我爱你，这就足够了。我还需要回欧洲一段时间。 比较长的时间，我是否再回来？你确定？无论你做什么样的决定，我都不会抱怨。无论我在哪里，这份感情对于我，山无陵，江水未竭。 大帅得料事如神的劲儿啊，一点不减当年。金江三县建设博物馆开馆仪式这么大的喜庆日子，能少得了你这个老三县人吗？大帅啊，我现在是越来越体会到小丹当年说的乡愁。这乡愁啊，就像是一坛好酒，这搁的时间越久，味道就越浓。 我们这一辈子啊，一生最好的时光都在这金江了。大帅呀，我觉得这个乡愁啊，就像是一首歌。对，一首啊难忘的壮歌。里边请。来来来来来。陈总，听说新蕊现在在三县建设博物馆。 当馆长啊！哎，是是是是是，我跟你们说呀，我这丫头啊，哪儿都不肯去，就要留在金江。哎，上海好几家跨国公司挖的，就是不去。她跟我说什么，舍不得方威和天海他们一起长大的这些小伙伴。而且他们还说了，他们要一起做一件让世人铭记三县建设者的大事儿。 年轻人有想法，而且啊，对三县有感情，这是一件好事儿啊。哎，哎呦，吴本奇来接我们了。嗯，走吧。走，那我们走。啊，哎呀，来，老陈，慢点啊。没问题。程老，哎，您怎么回来了？本奇啊，哎。 就允许你在金江遍地开花哦，那还不能让我趁着这改革时代的春风回归故里啊！是是是，我跟你们说，现在咱们金江那是全国数一数二的养老宝地呀！我要赶上这个潮流，我跟你们说，我准备把上海的房子卖了它，回这儿买一套养老的房子，这回就不走了。那好啊。 这金江啊，确实是一块宝地啊！一年日照啊，2700个小时，是花花草草们生长的自然天堂，也是咱们老三县人啊的康养宝地。哎，还是本期有眼光，有商业头脑。哎，你看看这一块啊，这一片全是他开发的，这得多少钱啊？你们说啊？ 瞧瞧我师傅啊，真的有多时髦！本奇啊，他们都到了没有？我马上到了啊，让他们等着我。哎呦哈，这老家伙啊，来，您怎么样？啊啊嗨，老家伙，都等你呢啊，就等你了啊，快点的。
不认识我了啊！我说你都多大年纪了，你是把孙子的衣服穿出来了吧？啊，田师傅，那是必须的呀。岁数大了呀，要跟上时代的节奏。我爸这个脾气啊，在路上非要跟司机抢车开，要不是我妈拦着，估计我们现在都到不了。有这么严重吗？啊！ 坦克我都开过，这算什么事儿啊？啊，贾丽，又开始吹牛了。是。哎呀，小乔啊，好多年没见了。是啊，队长，好久不见了。你好吗？好，我们都挺好的。哎呀，小乔啊，40年了，你这老哥啊，想你啊。我也想你啊，队长。 哎呀，你真是没变啊！这么多年，我们这里面啊，就你最年轻。队长，你净爱说笑，你看看我这满头白发。这次回来啊，你就别着急回去了，在这儿多住些日子啊。是，这次我跟方舟回来，就不走了。真的？好，挺好。 哎，啊，这老家伙这儿还大活人呢！啊，你才老家伙呢！我来这儿啊，就是要和你吵架的。怎么大年纪了还那么目中无人？我才不跟你吵架呢！现在，爸，我说我爸，今天那个新锐跟我说，晚上庆典需要嘉宾发言，您准备好了吗？我就不上去了，我们老哥几个就是来站站台，帮你们鼓劲儿。 1964年11月，4号信箱总指挥齐德成同志带领先遣队到达宝坻。1965年初，陈国民师傅和几位工程师，他们一行五人开着一辆卡斯车翻山越岭，来到了金沙江边的弄弄坪下。他们搭起了一顶帐篷，用三块石头支起了一口锅。 拉开了金江钢铁建设会战的序幕，好人好马上三线，建设者们从全国各地来到了金江。这期间呢，经历了数不清的艰难困苦、曲折坎坷，甚至有一些人献出了自己的生命。 大三线精神，艰苦创业，无私奉献，团结协作，勇于创新，为了国家的强盛，为了民族的复兴，当年的建设者，他们在任何艰难险阻面前，都敢于挺身而出，不辱使命。在今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、实现百年梦想的新时代。 大三线精神薪火相传，这就是我们这一代人留给后来者们的一笔宝贵的财富。金江曾经是国家战略棋局上的重要支点，而现在我们依然不负国家使命。作为樊太之徒，金江有理由成为国家战略新棋局上的重要支点。在千山万壑的大山深处。 在金沙江边，长满火箭草的山岗上。
经过我们两代人的不懈努力，我们成就了一座有着充沛的阳光、清洁的空气、蓝天白云、青山绿水的美丽的太阳之城。当今将百米中国业助推中国高铁跑出世界速度的时候，它铸造的是我们这座城市的辉煌，也铸就了我们这一代人的辉煌。这是我们走过的历史，这是我们向往的未来，这是我们的大三线，这是我们的家园，这是我们的城市，这是我们的国家。祝